你答应我当场做，做哪里啊？做我这里吗？不好吧？刚刚警告一次了。哦，哦，当场再给你中一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算了吧，你不答应就是没原谅我。你原谅我了吗？那还有现场中的，你原谅我了吗？我原谅你了。那我在哪边中一个？别，在哪边中一个？我怕别中。没事，被封了我们就敢直接睡觉就好了。你想在那边中一个？都不想。在你胸口中一个吧。你都色黄了，胸口中一个。等一下，开始两分钟。可以吗？那我开始了。好，随便。干嘛？这不好吧？我都害羞了，要不要吗？你别躲了。那我在这里给你种一个。你这怎么种啊？你这怎么种？这里也能吸呀。我哪能吸？哪里都能吸草莓。吸了一个小草莓，红红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你要给我种吗？算了吧，我不会种草莓。可以呀。种吧。你想种吗？种脖子上吧，可以，不要吸太深，因为我怕会去被小被别人说。哦，不是，主要是我室友，你室友又怎么了？很尴尬的，你又尴尬什么？来吧，不好吧？来吧，你想来就来吧，快点来吧。怎么吸呀、啊？是哪里？吸这里？有点害羞了。可以了，已经有了啊？有了？有了吗？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害羞，第一次当场种草莓。